这个爱情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这样，很奇怪。我记得啊，这个静姐你在吗？啊，没有。那个我记得啊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些时候你们发没发现，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很突然。你们知道我喜欢静姐当时想追她的时候因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哪一个事情就是决定真的要追她了。谢渐渐茶送出的十组66个宝剑，谢谢。啊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天天在偷偷看他的直播啊，然后呢，当时我知道有一个土豪在追他，他那种视金钱如粪土的那种感觉，就很高傲啊。然后当时呢，就有一种让我想去征服他的这种冲动啊，就是说，一个这么有钱的人在去追求他啊，他都横眉冷对千夫指，哎，我一定要搞定他，哎。今晚心疼没心疼啊？你说没有感觉那是不可能的啊！就是他是个男的站在那儿跟你说那些话，你也会有感觉，但是你要控制自己。谢夕阳念送出的66个宝剑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我跟我初恋当时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是喜欢他的时候，想追他的时候，是因为我晚上做了个梦，明白不？就梦里就稀里糊涂的啊，这个第二天早上起来啊，就他妈的上钩了。梦里边她是女主角是吗？忘了啊，记不清了。记得点个关注啊。